好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，我们都很有礼貌，也很有秩序哦。现在我们要坐好，然后我们要今天的颁奖活动，非常感谢各位长官的莅临指导，各职县的按照各职县的前嫌，致辞指导。大会的分配工作，我们同修大德都很尽心尽力，使今天的颁奖活动能够圆满成功。今后台南市经典学会会分尽力和用心，来弘扬推行中华文化。弘扬伦理道德，使社会更祥和、更健康。或许再次感谢昆山科技大学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所，是我们有这一个理想的场所来办这一个活动。那么也恭喜今天的大丈人小丈人得奖，真的令人钦佩啊！谢谢今天负责各部分的同修大德，祝各位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谢谢我们黄理事长给大家的勉励与祝福，谢谢。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。接下来呢，在活动结束之前，我们再邀请我们的活动组来为我们带唱《礼运大同》，掌声来欢迎活动组，掌声欢迎。现在呢，我们请全体都可以举起双手，跟着我们的活动组一起舞动，一起合唱《礼运大同篇》。相信这一首呢，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的熟悉，可以跟着一起唱，一起来带动哦。是，让我们舞出一片光明的愿景，舞出中国文化的未来，期许我们的社会光明，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富而好礼的书香社会。拍手，一起拍手。会唱的跟着一起唱。好，我们跟着一起来舞动。道道之心愿，天下为公，寻寻Cheers.
书香社会，掌声谢谢我们的活动组，掌声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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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